翻工系我唯一诉求。香港人真系好中意翻工，我最中意就系翻工，我要翻工啊！迟啲香港人仲会好中意 O T， 我哋社畜嚟噶嘛 ，O T 天经地义。我一定系为公司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因为九点半有佢做你上司，所有女人 stand by， 你今晚得一样嘢做，今日开始我就系 CEO。CEO， 我想请你做我女朋友，你愿唔愿意？愿意，愿意。贷款专家、开业金融科技程牵写内相衬，11月27号晚9点半 ，Feel TV。